是刚才进门转啊，神装要神神秘秘的。哎，我是跟你讲哦，我不会做什么 SM 哦。我，无啦，我就不见你那档靠皮生遐尼大好无？那恁到底是要创啥啦？哇，你就先坐好嘛。哎，子龙。咱两个拢交往一段时间啊，你就这样不相信我？谁叫你用武之出？哎呦，林子彤啊，咱的女朋友在讲拢蛮时不时制造一寡惊喜啊，是啥？无人参像你安尼啦。人的惊喜哦，拢是伫咧生日啊，是纪念日啊，今仔日啥物都唔是啊，你用武之，搁袂足奇怪哦。哎呦，啊，我特别甲你。反正你要听我的，紧坐落来，等我叫你个眼罩揢落来，我保证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我跟你讲哦，到时阵若是惊喜变惊吓，我绝对会避免哦。我保证你。啊，哪会别人结婚拢这尔浪漫，啊，我的结婚诉讼讲到我真变态同款。我若是无囝仔手指找着吼，我的结婚就要破功啊啦。我刚刚去坐着啥？林子彤，既然你的眼罩揢落来啊，你敢会当先甲我出去呀？你到底比啥嘛？我拜托你，你着先听我的，我保证绝对袂让你后悔，吼。咱两个为不打不相识，高并肩作战，面对一摆搁一摆的困境，咱拢做伙牵手走过啊。未来人生，我唔知影搁会拄着什么挑战，啊，不过我知影，只要有你伫我身躯边做伴，不管有什么款的困难，咱拢当做伙面对，做伙解决。所以，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手交我，让我把你牵牢牢，一直到咱的头毛拢变？唔对，是生生世世，就算有将对我亚神呐，我嘛要上中撇落下风转，把你林子彤变牢牢。上强劈落下风转，哪会听起来怪怪啊？想超过啊？敢会好梦变啊贵低调的？无想无一世人，你拢爱让我甲你牵牢牢。那安尼，我即摆敢会当甲目睭闭起吗？you
你的眼光很特别的呢。因为要有最特别的你，当然也要经一卡最特别的手机啊。你无介意哦？这是我专工位。为恁旧厝的阿祖的衫橱内底抄出来的是无？不是，我的手机是我专工请一个做名设计师来设计，阿奶。一定是你偷我伊的。我即马在伊柜里调监视器。大姐啊！是不是这卡啊？陈志卡，你为倒位找到呀？就交在你囡仔顶悬啊。总算你找到，我心中强要停去。那安尼，这个手机是啥物啊？这个有足重要诶，等下摕互柜台就好啊。安尼，你即摆是不是应该？所以。你愿意嫁给我？虽然哦，这个求婚求到足垃圾的，啊，不过嘛垃圾到足特别的。我想，我以后一定会留咧，偷偷啊，甲咱的子孙讲。妈咪呐，足搞笑的。那你今嘛是要替我把手机挂起来呗？没。